春秋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这个"横行霸道"这个词儿呢是要打引号的，实际上是由"横行"和"霸道"两部分组成。我们首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霸道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儒、墨、道、法四家学说都是哲学，儒家是文士的哲学。墨家是武士的哲学，道家是隐士的哲学，法家是谋士的哲学，他们都是哲学，因此他们都要讲道。但是他们的道是不同的，道不同才不相与谋。道家讲的道是天道，墨家讲的道是地道，儒家讲的道是王道，法家讲的道是霸道。所谓天道，就是原始氏族社会之道；所谓地道，就是部落联盟时代之道；所谓王道，就是邦国时代之道。所谓霸道呢，其实是帝国时代之道。但是，在当时表面上讲的霸道呢，还是五霸之道，就春秋五霸之道。什么叫做霸呢？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当时的国家制度。当时我们中国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。这个天下呢，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联盟。这个国家联盟呢，有一个共同的首领，叫做天子，实际上他就是周天子。然后在名义上，周天子把天下呢分给了各个诸侯，每个诸侯建立一个国，这个诸侯就是国君。然后这个国君呢又把国再分下去分给大夫，就叫做家。所以当时是三个层次的结构，天下、国、家。那么这些国呢都是独立主权国家。这些国的内部的行政事务都是由国君自己来主持的，天子是不干涉的，但是大家尊奉一个共同的主子，君主，这就是天子，就是共主。这是西周封建时候的情况。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呢，情况变了。怎么变呢？这个天子啊，他不顶用了。因为天子他名义上是天下共主，实际上他也有一个国家，叫做周王国。他这个王国他越来越弱，他管不住天下了，天下就开始乱，你打我呀，我打你呀，那就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来当世界警察，来维持秩序。这个超级大国就叫做霸。
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君就叫做霸主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天下是一个天下两个中心，一个中心是共主，这就是周天子，还有一个中心就是霸主，比方说齐桓公，比方说晋文公，他们就是霸主，一个共主，一个霸主。共主呢，至尊，就地位最高；霸主至强，就实力最大。啊，一个有名，啊，有名分，一个有实力。那你想，一个天下两个中心，那不就乱了吗？因此，实力强一点的国家就争着来当这个霸主嘛，这个就叫做争霸。争霸之道就叫做霸道。这是春秋时候。到了战国呢，这情况又变了，只剩下七个最强大的国家，就强大的国家有七个，但当时国家不止七个了，还有一些小国还没有灭掉。那最强大的就是七个国家，叫战国七雄。这个七雄到后来都称王了，而那个周王呢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最后被灭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发展是什么样呢？就是发展到最后，必须有一个最强大的超级大国，把所有的天下都兼并了。我们知道这个超级大国就是秦国。也就是说，在战国末年的霸道啊，已经是由一个国家联盟走向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道路，由此产生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，就是从秦开始，秦汉以及我们知道的后来的这个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制度，这个时候要开始产生了。这个时候中国就处于一个社会巨变的转折关头，在这样一个关头，就要有一批烈士和先知来预告新国家制度的诞生。这些烈士和先知就是法家，商鞅就是其中的烈士，韩非就是其中的先知。韩非去世12年后，秦始皇一统天下，新的国家制度就诞生了。这就是霸道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，创造历史。既然是创造历史的行为，那就得横行。怎么横行呢？批判此前所有的思想。我们可以总结出12个字：非先圣，反传统，批孔墨，变老庄。其中非先圣和反传统是贯穿始终的，落实下来就是两条：批孔墨，变老庄。我们先讲批孔墨。孔子的主张和墨子的主张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。孔子主张仁爱，墨子主张兼爱。我的主张是仁爱，
仁爱可以救天下。我的主张是兼爱，兼爱才能救天下。仁爱救天下，兼爱救天下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你们的看法实际上都差不多。你们认为爱能救天下，我可不这样想。爱救不了天下，也治不了天下。韩非说，孔墨两家都讲什么？先王兼爱天下，市民如父母。韩非说怎么样呢？人民照样犯罪，先王照样杀人。你们像父母看子女一样的看老百姓，他们就不犯罪了吗？不是造犯吗？他们犯了罪，你不杀他们，你不是造杀吗？啊，是的，你们好像很仁慈。啊，这个人民犯了罪，你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签署判决书。你仁慈，你别杀呀！你干嘛要杀呀？说穿了，你那个爱不管用嘛。你也知道不管用嘛。你也只知道只有刀子才管用嘛。韩非说，不要说你们这些君王把这些老百姓好像看得像子女，告诉你，就是亲生父母也管不了子女，不要说你还是个假的。韩非说，你看那些浪荡子啊，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子女们，父母说他他不听，老师说他他不听，乡亲说他他不听，最后那些警察拿着绳子一来，他老实了。管用的是什么？绳子、刀子。爱没用。韩非说，你们儒家墨家讲的那个爱呀，不但不管用，还害人，那是毒药。你们开的什么药方啊？害谁呢？害国家。韩非举例子说，楚国有一个人，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然后呢，他去举报，结果楚国的官员把这人杀了。罪名是什么呢？不孝。你怎么能告自己的亲爸爸呢？可是这个人的做法是守法呀，是对的呀，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呀。还有鲁国有一个人，每次打仗他都不卖力，人家冲锋他往后跑，后来把他的这个士兵找来说，你怎么回事啊，你打仗为什么不奋勇向前？他说，我家里还有爸爸，我要回去跟他老人家养老，我不敢死啊。结果呢，鲁国还表扬他，孔子还表扬他。嗯，你真是个孝子啊，我推荐你去当官吧。韩非说，要是我们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孝子，还能打仗吗？忠于君王的，忠于国家的这种人，就很难在家尽孝。韩非说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君之直臣，父之豹子，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。这忠于君王的，忠于国家的那个人一定是不孝的。忠和孝是矛盾的，而孝是爱心的表现，所以要不要爱？不要。要你害人。韩非这个说法叫做抄了儒家的老窝。
因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孝啊。这个孝在儒家学说里面是可是个宝贝啊。儒家的观点就是以孝立人，你以人立德，以德治国，以家治天下。因为儒家的逻辑是这样的，他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发自本能的东西，叫做亲亲之爱。什么叫亲亲之爱呢？爱自己的亲人，比方说子女爱父母，父母爱子女，这不要教育，人都会，是吧？天生的。那么这种爱的表现就是孝。当然这说的再复杂一点，还包括悌，就是兄弟之间的爱。那么这个人如果在家是孝子的话，他出门就是忠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君就是国人的父亲呢，君父嘛。你在家里面爱父亲，你出门到了国家政府里面参加工作，你就爱君主嘛。这孝和忠是统一的吗？它不矛盾，儒家认为不矛盾。而韩非说认为是矛盾的，为什么呢？时代不同了。孔子说这个时候的时代呢，那个时代的天子、诸侯、大夫，他确实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啊，他确实是有血缘关系或者有亲缘关系，是一家人。但是到了韩非这个时候，早就不是这样了。那个全国人民的总爸爸周天子，那已经连孙子都不如了。你这个时候还来讲这个东西，就不合时宜嘛？啊，不合时宜嘛。所以，孔子和韩非的不同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的不同，时代不一样。韩非生活。所以韩非说爱是靠不住的，贤人政治也是靠不住的啊，就德治不可靠，人治也不可靠。韩非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一定要道德高尚的人来担任，请问你掰着手指头去数，你数得出十个吗？十个里的手数不出。而一个国家需要多少官员呢？几百个。你如果说治理国家的都必须是贤人的话，你上哪找去？所以人治也是靠不住的，道德靠不住，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，贤人靠不住，贤人的榜样也靠不住。韩非说你们儒家还有墨家还有道家，你们最推崇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尧、舜、汤、武，对不对？那我告诉你他们都是什么人。尧是个糊涂虫，舜是个伪君子，商汤和周武是乱臣贼子。为什么呢？尧明明是君，他不把自己当君，他把舜当君，那不糊涂虫吗？舜明明是臣，
可是他不把自己当臣，他把自己当君，不把这个尧放在眼里，他不是伪君子吗？天下是夏桀的，商汤把他夺过来，天下是殷纣的，周武把他夺过来，他们不是乱臣贼子吗？所以你们三家推崇的圣人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，他们留下的不是什么光荣传统，是天下之乱数。那大家看看这个，这就是典型的非先圣反传统了。因为我们民族之历史上最推崇的几个圣人全部被他打倒了。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尧舜汤武代表的是不同的传统。尧舜的传统是什么呢？禅让，是吧？尧让位给舜，舜又让位给禹，他是让出去的。汤武代表的是什么传统呢？革命。那商汤推翻夏桀，周武推翻殷纣，都是靠武装斗争。韩非通通反对，禅让也不好，革命也不对。怎样才对呢？韩非说怎样才对，不要动，君永远是君，臣永远是臣，大家安安分分的坐那儿不动最好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臣要做的事情是尽力守法，专心事主。啊，你做臣子的奉公守法，遵守国家法令，忠心耿耿的为君主服务，这是你做臣子的应该做的事情。做君主的应该做什么呢？清静无为，垂拱而治。你不要做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清静无为，垂拱而治。说到这里，就会有观众朋友会提出一个问题，这不是道家思想吗？道家不就是讲清静无为，垂拱而治吗？我还可以补充一句，儒家都讲清静无为是道家的主张，垂拱而治是儒家的主张。儒家讲皇帝就是垂衣裳而天下治，就把手这么一放，天底下就太平了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这个法家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韩非的思想和老子和孔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有继承关系呢？是的，这就叫做变老庄，就是把老庄的东西接过来，然后加以改造，变成法家的东西。韩非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？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大家看一看这个说法，他的语气都像老子，那很像老子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年就是韵文嘛，很像老子。实际上，韩非和老子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哲学界有很多人认为，孙子、老子、韩非子是一脉相承的，都来自兵家。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军事辩证法，然后变成老子就是哲学辩证法，然后变成韩非子就政治辩证法。这种政治辩证法就在韩非子这十六个字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。事在四方，什么叫事在四方？就是国家大事呢在地方上，在全国各地，要在中央。中央这个词这个时候就有了，
关键在哪里？在君主手上，在中央。圣人执要，什么叫圣人执要？就君主抓住了这个最关键的东西，四方来效，就四面八方他自动的会来给你服务，你用不着做什么。所以你可以清净无为，垂拱而治，你只要抓住这个要就行了。这个要是什么呢？最高权力。君主只要把全国的最高权力捏在手上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天下一定太平。这就是韩非法家主张的无为而治。我们知道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无为尊贵。韩非继承了老子的思想，认为无是最高境界，最尊贵的一定是无所作为的。韩非说道做事情吗？道什么都不做，但是道生万物，天地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。德做事情吗？德不做任何事情，但是德成阴阳，阴阳二极是靠德形成的。韩非还打比方说，他说秤，他的说法是衡了，他说这个秤自己有轻重吗？秤本身是没有轻重的，但是他正因为他没有轻重，他能够衡量轻重。尺，尺有长短吗？尺本身没有长短，正因为它没有长短，所以它能够衡量长短。同样的，君要尊贵就得无为，君做事情他就不尊贵了。正因为君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，所以他是最高贵的。如果还不清楚，我们就再换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君主当了裁判员就不能再当运动员。你想想看，这个体育赛场上裁判员干什么吗？足球场上裁判员踢足球吗？乒乓球台跟前裁判员去打乒乓吗？他是站在不动的呀，正因为他不动他能裁判呀。运动的员能裁判吗？啊，我在那跑百米一边跑，哎，这个你犯规了，那还能跑吗？所以动的人就不能裁判，裁判的一定是不动的。那么裁判员高啊，还是运动员高了？裁判员高。君主就是裁判员，所以你不能做事，无为，无为尊贵。第二，无为明智。这个道理也很简单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天下，大家想想看，有多少事情，哪个国家的事情是一个人能做完的？有吗？他是做不完的。既然全国的事情你君主一个人做不完，那你做它干什么？你做了也是白做吗？你既然是做不完的，你干脆把这个事情交给大家做吗？对不对？你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，然后你又做一个合理的分工，用韩非的话说，就是让公鸡去打鸣，让猫去抓老鼠。清晨打鸣是公鸡该干的事情，抓老鼠嘛是猫该干的事情。君王要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事情分配下去，
让部下各司其职，只要让公鸡去打鸣，让猫去抓老鼠，君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你把这个分配好了，你就用不着自己打鸣嘛，你就用不着自己去抓老鼠嘛。你一个君王，你去抓老鼠，那不狗拉耗子吗？你要做什么呢？你只要看看那猫它抓住老鼠没有，你只要看看每天早晨的公鸡它打鸣了没有，没打鸣你把它杀了，换个能打鸣的来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打鸣这个事儿你自己不要做，这叫无为，这是明智的做法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就是一个领导者呀，千万不要自己去做那个事务性的工作。第三个原因，无为安全。韩非说一个君主他因为至高无上，他其实是最不安全的。你想什么人什么情况最不安全？就一个是孤立不安全，对吧？你独立一个人，你不如混在大家一起安全，对吧？第二呢，明处没有暗处安全，而君主恰恰就是独立一个人还在明处，所以他很不安全。这个时候你就得无为。为什么要无为？为什么不能有为？你一旦有为，人家就看穿你的心思。你要做一个动作，你或者做一个角色，大家下面的周围的人就知道他想干什么，就知道你的喜怒哀乐，就知道你的爱好，就知道你的弱点，他就有下手的机会了。如果你一个君主永远是面无表情，而大家来汇报工作你也是不置可否，天威难测，神秘啊，他永远猜不透你的心思啊。所以韩非说权不欲献庶无为也，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那个想法露出来，那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他们自己会做，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。而且韩非说最糟糕的就是做君主的要逞能，最坏的君主就是有一技之长的。这个人一旦有了一技之长啊，他喜欢表现，那会做菜的，会做饭的，他老想做的菜给你吃，那会唱歌的，他老想把这个话筒拿过来，他卡拉 OK 一把。你要想到你只有一个人，你不可能把天底下的本事你都会了，你拿你一技之长，你和你的臣下争长短，其他的那些臣下就拿他们的长来攻你的短，你总有短处吧，你总有不会的吧。那哦，你说我会做饭，那旁边一个人说我还会洗衣服呢，那第三个人说我还会唱歌呢，第四个人说我还会踢球呢，把你比下去了，你干脆啥也不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你谁都比不下我，我分都不会啊，而且我是无为啊，我是不做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，我可能是不屑做呢。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，事来不方，做君主的如果有一技之长，这个事情就搞不颠了。所以君主不但要无为，最好还无能，你就是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韩非说得很清楚，明君无为乎上，群臣悚惧乎下，说你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讲，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人都害怕，因为天底下最可怕的是无啊。以前那个英国有个作家，科幻小说作家，有本小说叫《隐身人》，
我是中学时候读的，读完以后都晚上不敢上厕所。那隐身人太恐怖了，你知道他哪出现出来？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不可把握的，那是最恐怖的。你君主如果变成一个别人不可把握的对象，好，你的位置坐稳了。那么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这个韩非的无为和道家的无为不一回事啊。韩非的无为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，因此他的无为也是他献给君主的一把刀子，只不过是一把无形的刀子。那么法家献给君主的究竟是什么刀呢？我们下一集来告诉大家。春秋乱世，三刀，敬请关注。